찬송가 483장을 부르시면서 주일 대예배를 준비하겠습니다. 늘 은밀히 보시는
만민 찬양 57장 예수를 찬양하시겠습니다. 찬송가 88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악마의 계교를 즉시 물리
一同默祷将主日大礼拜献于父神。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阿门。一同起立唱诗第九首一节。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我众歌颂，欢声上达天庭。圣哉，圣哉，圣哉，慈悲全能主宰，赞美三一神，父子与圣灵，阿门。请翻开启音经文十六篇诗篇六十三篇。神的，你是我的神，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在床上纪念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欢呼。阿门。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回归一周，做悔改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은혜와사랑에감사를드립니다지난한주간도우리사랑하는만민의성도님들 주의날개그늘아래또있는곳곳에서지켜주시고보호해주셨다가오늘거룩한안식일주일대예배로모여서아버지앞에신령과진정으로예배할수있도록은혜를내려주시오니감사를드립니다우리가목자의말씀을따라진리가운데빛가운데산다하였지만은혹여라도생각과입술과행함으로범죄한모든허물된것들이시간도회개하고토설할때주예수그리스도의거룩하신보혈의피로깨끗하게씻어주시어서오늘도주의보좌앞에담대히나아가마음의각을뜨고거룩한산제사로온전히드릴수있는귀한예배가될수만있도록축복해주시길원합니다우리예배를통해서아버지하나님영광받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一同唱两百二十三首之后，未来礼拜由七教区长李成书牧师做带导。当我跑进鹰跑道路，打过当打的美仗，离开世俗和他一切的痛苦，我就要在会见亲人并向救主大歌唱，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人吟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
手拿棕枝唱哈撒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与新耶路撒冷，虽然道路有时难行，使我腿酸手下垂，虽然难免流泪，难免心疼痛，但我欣然相信追随，因我不久要体会在与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人吟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正是大军登居时，在于新耶路撒冷，今在异地客居做客，虽受穷困仍欢畅，但我不久必到更美的天城。亲朋虽以世俗为上，但我天天的仰望乃在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人吟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拿棕枝唱哈撒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人吟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拿棕枝唱哈撒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于新耶路撒冷。慈爱的父神，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周里，父神用如火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我们万民的圣徒们，今天又迎来蒙福的安息日，让我们献上主日大礼拜，感谢父神如此引导我们。一周当中我们回顾的时候，如果有不合乎的，求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以尽心尽意献上父神所喜悦的以心灵而诚实的礼拜，求父赐下圣灵的感动充满与我们同在。父神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只要蒙得圣灵的充满，就像这样，我们按照父主人牧师的教导，以阿们来顺从。因此愿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刚强壮胆，做如火的祷告，得到圣灵的充满。感谢父神赐我们恩典，今天我们也通过主牧师所积累的公义，愿能够更加成就再创造的100%的全能，成就父神的旨意。亲爱的代行，只以话语和祷告来装备引导外面的圣徒们进入新罗三楼，父神常常赐极大的权能来保障他。感谢您，愿能更加拯救无数的灵魂进入新罗三楼，赐下无数的智慧和极大的权能给他。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第三讲，让我们听这会的时候能加更新变化，更加深爱灵魂，为走向地狱的灵魂哀痛，并且寻找丢失的灵魂去传道。主持礼拜的郑振荣牧师，求神赐下圣灵的感动，让他主持好剩余的礼拜。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先生和林西管学乐团的赞美，求父悦纳荣耀。
今天也是全国全世界通过无线电视通过各种媒体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观众和外面的圣徒们，也求父赐下恩典和感动，从早晨开始为礼拜所辛苦的工人们求父纪念，赐下天上的奖赏和地上肥美的祝福，灵魂兴盛的祝福。父神，我们选择圣徒们在这一周当中，让他们能够生活在父神话语当中，出入都能够蒙福更加亨通，求父祝福选择圣徒们通过这礼拜将荣耀归于您，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22-26。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阿门。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那些管弦乐团的演奏之后，我们来听主牧师的正道《地狱》第三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至圣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所有圣徒，各位即兴观众，今天是地狱第三讲。到上一讲为止，我们查看了天国和地狱的整体结构和上阴间。可能会有些人会等待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地狱的惨象真相。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在人类耕作的整体框框中了解地狱。地狱讲地狱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地狱的惨象，还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可怕的地狱刑罚，了解死后世界、救赎之路、罪恶等，过真正的信仰生活。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地狱正当信息领悟到只能设地狱的神的公义和深厚的爱。人们有时误会神的公义，在这时间要说明有关地狱的几个疑问。如果好好和理解今天的话语，就能感受到神丰盛的爱。希望大家借助神的厚爱都能得救进入天国。另外，奉主圣名祝愿大家好好梳理公义和爱，带领死去的无数的灵魂进入天国。亲爱的各位圣徒，不信神的外邦人中也有承认天国和地狱存在的人，诚实良善的人进入天国才算公平吧，也有这么说的人。不过单单承认天国和地狱的存在并不能进入天国，唯有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才能进入天国。主题经文的财主也不是没有一丝良善，即使在阴间的火焰里极其痛苦，但也担忧牵挂自己的弟兄。与现如今相比起来，他还算是良善的人。为什么？因为明知自己永永远远不能从地狱里出来受痛苦，但还是担心自己的弟兄。但是现如今会怎么样呢？就算是自己的弟兄，只要欠点钱不还，就背弃结仇，邻居发达了就眼红。所以大家要铭记，这样落入阴间的财主，他的心还算良善，但却未能得救，落入了地狱。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记载：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如此恳求亚伯拉罕。只可惜他在生前未能遵守神的道，即未能遵照律法生活，所以死后未能得到救恩。按照律法就应该卖所有东西分给穷人。跟随主的青年问主该怎么做才能得救，他就是样样都遵守了。主说把所有的都卖掉分给大家。那青年听了非常苦恼，最终离开了。所以当看到想在这世上变得富有的人就很可怜，总是不知足，赚了又赚。这并不是说大家不要赚钱，要神赐下祝福用在神的国和救济的善事上。如果这样呢，就非常感谢。但是看到赚钱后又买房，然后再买更好的房子，渐渐的还买地，买的更多，那么真的更可怜。那么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人应该会很讨厌我，但是我也没办法，这是神的话语，而主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这就是得救的道路，所以我只能这样说。就算大家讨厌我，就算积钱努力攒钱的人讨厌我，我也只能这样教导大家，因为我也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如今有些人对福音质疑，为什么说唯有相信耶稣为主才能得救进入天国？那是因为罪的问题。天国是圣洁的地方，所以罪人无法进入。不知道救赎福音之道的人说，为什么基督教说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前半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故此若这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终必死亡，就说会落入地狱。这里的死亡并非指人的生命断绝，肉体面临消亡之意，而是指灵魂死亡即落入地狱，受永远痛苦。所以大家一定要快点传道，不要让人这样自杀。最近呢，有很多人自杀，特别是因股市自杀的人特别的多。那做股票的人也是一样，如果用自己的钱就没有理由要自杀，但是因为就想一获千金，因贪心和私心借别人的钱导致最终失败，所以无法忍受而自杀。所以我一直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有贪心私心，那不是正道。不是正道呢，就不要走。如果没有自信，最好不要做。因为我经常遇到亏损的人，因为我看到过很多为此而感到痛苦的人。自以为善的世人难免罪的辖制，因为全人类都有从亚当传承下来的原罪和在这地上生活期间犯下的自犯罪。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罪的问题，得救进入天国呢？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各位，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吗？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说头脑相信就能得救，大家信吗？不是吗？不是吗？那么我再次更正，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的主复活升天，就必得救。就是说要心里相信才能得救。这里口里信耶稣为主，并不是指在口里喊主啊主啊的旨意，不是靠头脑知识相信，不是凭想法相信的。这么请大家检查一下，想生活检查一下，是心里相信还是头脑里相信，可以很快就能检查出来，是心里相信还是属肉的知识上的信心。也就是说可以立即检查出拥有属灵信心还是属灵的信心。例如不能胜守主日，不能献完整的十分之一。如果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语，有哪个傻瓜不献十分之一呢？为什么马拉基书上神分明约定，只要献完整的十分之一，就打开天门，使仓库溢满。而且神还说，可以试一试，看看神赐不赐下祝福，但还是不相信。如果不献十分之一，就是夺取神之物的人，就是大盗。因为夺取了神之物，这是多么大的强盗呢？如果进入青瓦台抢劫，那就是大盗，皇帝大盗了，夺取了万军之神之物。所以如果信，就绝对不能那么做。所以这只是口里相信，头脑上的信只是当作知识，如果真的心里相信，就必有行为随着。
因为会落入地狱，不可能行情欲的事。所以大家很快的就能检查出自己的信心。接着在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地狱正道中，信会说明没有现十分之一的人在地狱所受的刑罚。也就是说，顺从圣经六十六卷中记载的神的道，秉公行义，信心与行为并行时，得到神的认可，方可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必有遵守神道生活的行为伴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告白才能得到真实的认可。如此得救进入天国的唯一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乃福音的核心。听到福音后，难免有人会产生疑问。不认识主耶稣，没有接待主的灵魂会去哪里呢？耶稣来到这地之前，旧约时代的人要怎么办呢？在新约时代，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还没有接待主的孩子呢？他们都没有接待主，难道全部下入地狱吗？并非如此。公义之神对每一个人敞开了符合条件的救恩之门，那就是通过良心审判得救。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就是说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因此良善的人会承认神的永活，没有接待耶稣的时候也是。所以良善的人虽然没有听到福音，却出于本能寻求神，恍恍惚惚信有死后的世界。又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不能推诿，因为我不认识神，不知道耶稣是谁，没有得救。为什么即使看到万物也能知道创造主神的永活？如果认识创造主神的永活，就会良善生活，所以会根据良心审判得救。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说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没有相信，因为看到万物也能晓得。良善的人只要看到被造的井然有序的天地万物，也会相信神的存在，对上天心存敬畏，力求上向善，遵行道义。各位圣徒，与神交通的使徒保罗记录了良心审判的依据。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间同心作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各位良善的人会按照那律法而行，如果是善就会遵守。就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既不认识神的人，也会顺着良心的律法上的事。他们是非之间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在心里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内心良善的人，如果做了对不住良心的事，就会感到扎心、愧疚，受自己的良心谴责。没有听到福音都这么良善，更何况是领受福音，岂不即刻相信接待主吗？所以神不会因他们不认识主而弃之不顾，神同样恩待他们，使他们得救，配进天国。
良心败坏的人则遇到同样的环境也不会寻求神，反倒放纵情欲而行恶。这种人听到福音会相信吗？不会，随从邪恶之心下入地狱。人无法正确分辨谁得救了谁没有得救。撒母耳记上16:7后半节记载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可见唯有全知全能的神看透人的内心，做出公义审判。从中我们要明白，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却不相信的人，从一开始就不配受良心审判。他们理所当然不会得救。也就是说，听到耶稣福音之前的人因良心审判得救，就是说传福音能听，能给听到福音的人要出席教会，要信耶稣，但不接受的人是不受配良心审判。因为能够听到福音都没有听，别人传道也没有听。偶尔一些只是对我说这样的话，说我的丈夫或我的父母是特别善，但是传福音却不听，让我为他做祷告。他先说自己的丈夫很善，但是传福音就不出席教会。那么善的标准是什么呢？告诉他有天国和地狱，也不相信妻子的话，难道这是善吗？传福音给他却不听，是善吗？给他看能够相信的证据，那么不管是磁带还是报纸，让他看天国地狱的书籍都不看，那么是善的良心吗？然后却说良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心善，就会听妻子的话，也会听子女的话，邻居的话，只要是好的话都会愿意去听，不会拒绝。那为什么妻子说丈夫很良善呢？因为对妻子好，对子女好，对家人好，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就像对自己的家人和妻子好一样，也要对别人好，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也要同样以善对待，那才是善。只对自己的家人好，那不是善。那即使是强盗、小偷，也有很多人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孩子。首先，神得救的儿女们应当热心传道，对毫无指望得救的人亦当如此。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得救的机会。愿大家再次领悟传福音的使命何等重要。接下来我们查看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通过良心审判得救的程序。先来思考生活在旧约时代主来之前时代的人们怎样得救。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民族以外的外邦人。神引导以色列百姓走出埃及，此后通过摩西赐下了律法，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便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而不认识神又不懂得律法的外邦人需要接受良心审判，神由此决定其得救与否。他们的灵魂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停留在上阴间，到了耶稣背负十字架之后，到上阴间向这些灵魂传了拯救之道。彼得前书3:19记载，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照此经文给他们传了十字架之道。将得救的良善的灵魂进入
了根据良心审判得救的灵魂所在的狱中。那这样的，我们的主在那里向人们传福音，被埋葬第三天。那么在这三天也不是满三天，只有满一天和一天半。有无数的灵魂接受了这福音，为什么？因为都是良善的人，因为他们是良善的人，所以在主传福音的时候立即领受。先进入天国的先知们努力向他们传福音，当主亲自来，主说我是救主，为了代替你们所有万民的罪，我流血这样背负十字架而死，如此传福音时，他们都以阿门来领受。没有用花就是太多的时间。于是上阴间的众灵魂同样靠主耶稣宝血之功劳得到了救恩。那么在旧约时代未能听到福音已死的灵魂是如何得救的呢？我们的主来了之后，福音并非霎时传遍了全世界，有很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没能接触福音。他们得不得救也根据良心审判，各自的良心决定。他们在死后上阴间停留三天，期间得知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接待主后再转去得救的灵魂占据的乐园哀后所。不是说当时就进入，主背负十字架复活后他们也都去了乐园。亲爱的各位圣徒，年幼的婴孩夭折，那些无法自觉接待主的灵魂将如何得救呢？便于大家理解，查看各个年龄阶段的得救标准，年龄再小也逃不过审判，必然归属天国和地狱的其中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灵魂是永恒不灭的，即使肉体生命结束，灵魂却不会消灭，或者去天国，或者下地狱。小孩子的标准和成年人不同，小孩子分辨是非的能力远不如成年人，很难像大人一样照个人的意志行动。先说说在母腹中流产而死的胎儿是怎样得救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受孕成胎，胎儿未满五个月时身上没有灵魂，等满了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开始，灵魂就会进入身体。最近由于科学发达，出现了克隆现象，说复制动物狗，复制猪，那么复制人是不可能的，人是不能被复制的。为什么？人一旦被复制，就和兽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因为没有灵，可以像动物一样生活，但却没有灵，不能寻求神。为什么？应该神能吹入灵，但这是人复制的，无法吹入灵，不能起到人的作用。所以就算复制也只有形象像人，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等满了五个月，第六个月开始，灵魂就会进入身体。仅供大家参考，从医学角度来讲，胎儿的听觉器官一般在五个月以后才基本形成，眼皮形成，紧闭的双目睁开也是五个月以后的事，提供大脑功能的脑纹也在第五个月和第六个月期间形成。看圣经路加福音一章记载了施洗约翰受孕六个月时发生的一件事。童贞女玛利亚拜访约翰，怀施洗约翰六个月的伊丽莎白向他问安。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也就是说童贞女玛利亚现在怀着耶稣，怀我们的耶稣出现在她面前。虽然怀施洗约翰只有六个月，但圣灵就已经知道，所以就在腹里跳动。
虽然是腹中的胎儿，因为是拥有灵魂的属灵的存在，所以才会随着圣灵的做工做出反应。灵魂尚未进入胎儿身上时，即未满五个月的胎儿被流产，既不能去天国，也不能下地狱。因为只有肉与魂，而和没有灵的牲畜没有区别。牲畜死后不会去天国和地狱，直接被消灭。正如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记载，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人的灵魂是往上升，这里灵魂混合着将得救的灵魂和不能得救的灵魂。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狱呢？就是说下入地狱，在这地上消灭。或许有人会这样想，剁掉未满五个月还没有灵魂的胎儿应该不是罪吧。我们必须要记住，不管有没有灵魂，掌管人类生死祸福是神的独一专权。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五节到十六节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说我们出生时就会记录在天国，我们接待主耶稣的人名字会记录在生命册上，但是那些不做内心割礼的人，玷污自己的人，会在生命册上名字被涂抹，按照启示录上的记载的内容一样被涂抹，那就不能得救。另外消灭圣灵也无法得救。因此在审判日，名字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将得到审判，奖赏审判，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会受到死亡的地狱审判，也就是说会受到硫磺火湖或火湖的审判。慈爱的父神早在人受孕之前就知道，对人的前景展开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早已写在主的册上。因此区区受造物使人没有权利左右人的生命，尽管那只是一个幼小胎儿。父母为了私欲堕胎或同餐这样的事，等于就是攻击生命的主宰创造主神。再说胎中的腹中的胎儿是他自己的孩子，这种心痛的事万不可再发生。无论什么情况，父母要凭信心祷告，求神造神的旨意做工，要把一切交托于父神。有的人虽然热心想生活，但迟迟蒙不到祝福，也有试探患难，后来领悟到自己过去做了这种不义之事便悔罪，这样的事需要悔改之后试探患难才会退去。这就是灵界的法则，如果随从情欲追求世俗业乐，放纵生活，随意堕胎，这就更不合乎神的旨意。怀孕六个月以后堕胎，这样与神之间会建立更大的罪墙。第六个月开始胎儿已经有灵魂，这就等于杀了成人。从而以来各样试探患难遭受痛苦，若不解决这罪的问题，反而积累更多的罪墙，最终会受臭头魔鬼撒旦的控告，面临无法回头的险境。所以有些人说向生活很努力，但也有人不断经历试探患难。
也就是说，因为没有除掉以前因杀人与神之间的罪墙，所以一直会随有试探患难，一定要除掉与神之间的罪墙。听到这里，大家可不要心生恐惧，灰心丧志。即使曾做过这样的事，但现在已经了解了真理，那就彻底认罪痛悔，结上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就可以了。比如精心献上平安祭等，真诚的悔改感动神的心。同时嘱咐大家要此拆毁与神之间的罪墙，得享真正的平安。如果大家想得到应允，应该怎么做呢？我常常对大家说，一般的疾病呢，只要接受一次的台上的祷告就会得医治。但是即使接受祷告也没有得医治的人，分明是因为没有除掉与神之间的极大的罪墙。那么为了除掉应该怎么做呢？应该痛悔认罪。那么应该怎么痛悔认罪呢？大家只是嘴上说，神呢，我错了，下次不再这样了。再比如说自己有偷盗的心，因为生活困难，我真的很需要钱，看到包里的钱我就想偷了，求父饶恕我吧。这是悔改吗？嘴上悔改就是悔改吗？可能是悔改，也可能不是悔改。也就是说，当行至于死的情欲的事的时候，如果不痛悔认罪，就得不到解决。但是如果悔改肉体的意念，就算不痛悔认罪，口里悔改也会得到饶恕。那么口里悔改，下次真的不再那样了，就会得到饶恕。但是下次不再犯该多好，但下次又会这样，这样就又会悔改。但是因为不是至于死的罪，可以口里悔改，但是如果能痛悔认罪的话，下次就不会再犯罪了。那么至于死的罪，为什么要痛悔认罪呢？流眼泪流鼻涕就是痛悔认罪吗？不是的，不是，那不叫痛悔认罪。那么只要感冒就会流眼泪流鼻的，那么难道发烧流眼泪流鼻涕就是痛悔认罪吗？有些良善的人只要受到感动就会流眼泪流鼻涕，因为太蒙恩典了，所以自然都会流眼泪流鼻涕。那么是痛悔认罪吗？啊，我的祷告的时候受到感动，父神呢，如果就这样流下眼泪和鼻涕，那不是痛悔认罪。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痛悔认罪呢？所以经上记载要割礼内心，就是说要私心，要私心悔改。那么这是在走向死亡走向下地狱的罪。我怎么犯了父神这么厌恶的罪？我决心我真的不再犯这样的罪了，应该要私心。而感到亏欠神，就是本不应该这样，但是因为犯下了如此的罪，所以应该要私心悔改。虽然很难这样的悔改，但是当这样悔改的时候，会感到心里非常的痛苦。私心悔改很难，而且也很痛苦，所以不会再犯这样的罪了。因此私心的痛悔认罪，下次不会重犯，会完全悔改，完全从心里回转。这样的悔改神会立即接受，
所以会除掉与神之间的罪墙。那么大家在复兴生会时可以看到，痛悔认罪的人是得到了医治。大家要明确知道这一点，在神面前痛悔认罪，只有这样悔改，神才会饶恕。除掉罪墙，会得到应允。所以大家要明确区分，工人们也要正确的教导。行肉体的事，不是说只有痛悔认罪才能得到饶恕。承认过错，向神祷告，决心以后不再这样了，就会得到饶恕。但是就算这是这样的肉体的事呢，也能痛悔认罪的话，就会迅速离弃肉体的事。但是肉体的事不是说我想离弃就能离弃，情欲的事呢，只要自己不去行就可以了。但肉体的事是浮现在意念当中的，自己也没有办法。就算自己不想去恨，也会恨那个人，所以没办法，所以总是会悔改，像洗脚一样。但如果痛悔认罪的话，就会很容易离弃肉体的事。大家要一一理解。那么六个月大的胎儿得救的标准是什么呢？下一讲继续说明。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在听关于罪公义的说明时，可能会有人感到惧怕。但是神立公义赐诫命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定罪，应让人们了解神的公义，引导人们走上得救之路。也就是说，如果知道真理而不犯罪，而是以前犯下的罪恶就是想悔改并拆除的爱。另外，有公义的神只有一丝的可以得救的可能性，只有一丝可能可以得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所以才有良心审判。对于从漆黑的凌晨开始清扫的环境美化员来说，会非常感谢明亮的路灯存在。相反，对于小偷来说是不受欢迎。就像这样，像正午的光芒一样，每个人所受到的公义也各不所感受到的公义各不相同。真正良善的人会喜欢守世上的法律，感谢有法律，喜欢遵守法律。如果不是信神的人，当然也会遵守神的法，但是良心心不良善的人，只要别人不看就会想违法，而且也会认为那样更智慧。为了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努力生活的人会在看到公义时也会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如果都不努力的人，只会感到这公义可怕沉重。我教导真理时，大家都喜乐的以阿们来领受，但是心里感到不满没有喜乐的人，是因为想违反法，想违反神的法，不能生活在话语当中。我分明在教导以比喻来说明，那不是真正的信心，反而要感谢，才可以把自己的属肉信心改换成属灵的信心。那如果感到不满呢，就是不可以。希望大家常常在神面前住在真理中，将公义感受到神的爱。有这公义多感谢呢，如果知道这真理就会感谢神的爱，知道有公义就会感谢神。因此奉主圣名祝愿大家进入充满灿烂之光芒的新耶路撒冷，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귀한말씀감사합니다죄의삭슨사망이라는율법의저주에서우리를속량하여주심으로우리의유일한구세주가되신주님의사랑과이러한구원의은총이온전케되기위해우리가이루어야할믿음의행함
곧 마음의 의를 이루는 참 믿음에 관해 들었습니다. 또한 모든 사람이 구원에 이르길 원하신다 하신 아버지 말씀처럼 미처 주님을 알지 못했던 이들에게조차도 또 다른 특별한 기회를 주신 아버지 하나님의 공의와 그 안에 담긴 무한한 사랑도 배웠습니다. 이제 우리도 이러한 깊은 공의와 사랑을 깨달아 편벽과 예외를 뛰어넘는 크고 넓은 사랑 그리고 주님의 공의를 닮아 거룩함을 온전히 이뤄나가는 모든 만민이 되게 축복해 주시옵소서. 감사드리옵고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一同来接受准牧师为患者做了祷告，有疼痛之处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没有疼痛之处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问心愿、平心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抽离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尽， 接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接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已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地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蹦跳，看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命。 命令抽离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役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文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都能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云、天兵天使、烛火一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名字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159首，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首尔，马山万民教会，西山万民圣洁教会，金海万民圣洁教会，盘塘之声殿，始兴，阿山万民教会，丽水万民教会，马来西亚，加拿大，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大田万民教会，牙山万民教会，江东之声殿，盆塘之声殿，利川之声殿，水源之声殿，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秘鲁万民教会，下面有周报通知。准牧师的著作发出原本的声音，匈牙利亚文，全能拉脱维亚文电子书发行。准牧师的像专栏定期刊登在基督教宣教新闻、时事新闻等。万民新闻马来文18号新闻因特网发行。万民新闻985号、986号数码。以数码报纸制作，点击万民新闻网站或手机报的播放按钮，就可以通过视频或语音观看和收听。第31届联合圣学校神学校及第16届 MIS 毕业仪式在16号下午2点在3楼山中殿举行，希望圣徒们多多参与。正道是联合圣学神学校校长文新谢牧师。联合圣觉神学校毕业生有韩国的3位学生，有 MIS 国际神学校毕业生，有俄罗斯的学生莫尔多瓦一位，还有亚美尼亚一位。准牧师的著作在市内各大书店有售，还有电子书及有声书销售，希望圣徒们在信仰成长和传道上多多利用。有联合圣洁神学校招收2023年读新生的通知。有2年制的学科，是招生对象是面对全圣徒，也准备了现场授课，向圣徒们以圣洁福音来装备自己，愿成为属灵将帅的圣徒们，希望大家多多报名。招生期间是2月13号周一到2月25号周六，详情请咨询到联合圣洁神学校。为了现金做祷告，父神向您献上1/10，感恩现金，甚是感谢现金，许多感谢现金，献上救济宣教赞助现金，基仙电视宣教现金，献上取经的现金，
这时间，求父亲自按手赐下莲油，带按上肩下来的祝福，成就所有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保守祝福，让我们更增加十分之一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种，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欢迎新友。神的儿女们登陆到世主山地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印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间的力量、恩典、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奉主的名欢迎大家，请大家一同起立，准牧师以祝祷结束主日大礼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始终与我们同在的父神无微不至的慈爱，以及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将我们引入工业中的圣灵的感动、感化、交通和充满，临到此时聚在一起做礼拜的所有圣徒之上。阿门。